多人到30多岁还没吃过黄油蟹黄酱，真的很可惜。这个蟹黄酱它全部都是7月份超级肥的螃蟹，把蟹黄和蟹膏取出来，用猪油和调料大火熬制而成。熬出来的蟹黄酱色泽金黄，满满的全是膏，搭配上米饭，口感细腻鲜美，带着一股鲜香，一次性可以吃3大碗白米饭。这些蟹黄全部都是来自新鲜肥美的大青蟹，每只里面满满的都是黄油和黄膏，用刀劈开，里面的黄油和黄膏都要溢出来，特别肥美，用来配米饭和面条，肥香四溢。如果你到30多岁了还没有尝过，真的白走一趟。